后面的三应该可以调，后面的三比较重要。这个可以在台北开一家这样的店，然后现在就可以喝了吗？嗯，这是老人家才会现在就会喝哦。哇，还要再 shake 一次，好年轻人，拍照。周六晚间八点，东森综合台《花甲少年去旅行》。